ella 先前参加了陆纵乘风2023音量演表现而备受喜爱，最终更成功拿下了冠军。当时她在节目中合体南韩女团 FX 的成员 Amber， 这个组合让不少观众感到惊艳，双方的精彩表现也掀起热议。近期两人与龚琳娜、知福成为中国有滋味的固定嘉宾，节目主持人是吴昕，还找来飞行嘉宾吴倩、蔡卓宜，让节目充满看点。没想到日前网络上流出一系列路透照，竟发现节目组找来了人气韩团 Seventeen 的中国成员文俊辉做客。只见他身穿黑色戏服装，带着嘉宾们学习峨眉拳，还一起玩了跳绳游戏。由于三人分别来自长青女团 SHE、人气二代韩团 FX 以及现在当红的 Seventeen， 都是在华人界享有高人气的成员，因此这样的合体画面也让不少网友感叹：“只乎是时代的眼泪啊！”